邓紫棋跟所有现场还有在直播间的各个学员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很高兴今天呢来到 BU 前全新冻龄小蓝瓶精华的新品发布会。那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以 BU 全女士中国代言人的身份亮相，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作为这个回蓝队长，在本期回蓝学院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抗初老。没问题，你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哈。那首先恭喜 GM 成为我们 BU 全女士中国区的代言人哈，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和品牌的合作。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契机，你们可以合作在一块儿？我呢就认为是这个吸引力法则，因为我从比较小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非常喜欢 BU 全这个品牌了。结果呢，用着用着，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成为了代言人。那这个是怎么就会有吸引力法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这是个你平时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就是你每天都想着它，用着它，用着很多，最后吸引力就把它吸引过来。哇哦！所以你觉得 BU 全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品牌形象？我觉得跟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像的，就是比较自然，比较健康。然后我也是一个很直白、直率的、很真实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其实 BU 全也是给我这种感觉，就是很舒服、很自然、健康。然后我觉得也是充满活力吧。对，超级充满活力。因为你知道吗？前几天我还在看你的抖音，在刷一些你的好玩的一些小视频，包括你有深更半夜在健身房里面一边健身，在一边飙高音。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深夜时候吗？对，也只有深夜时候你才可以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高歌，没有人骂你。所以你这个时候还是能够把健身和练嗓两不误的结合起来。对对对对。那天那个晚上唱了多少时间在那边？也没有到很久了，就十几二十分钟。但是我想说，如果你边做运动边唱歌的话，其实每天十几二十分钟就会积少成多，就会练成你可以在舞台上面演唱会啊，边唱边跳啊这样哎，为什么呢？是因为一直作用到腹肌的力量吗？因为你看，就是如果你平时只是跳，你肯定会气喘。对啊，但像我是，气就很虚，感觉。对，但是在演唱会上面，你又要走来走去啊，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手机给我什么的，走来走去，然后你还要不喘气，那这个东西你平时怎么模仿它呢？就只能是边做运动边唱歌。那你基本上就在演唱会之前会特别大的密集的去运动，还是对。对。说平时每天就会这样？平时尽量吧，就是如果太忙了，那也没办法每天，但是还是希望就是经常可以运动，经常训练。是的，其实 Jim 他就是自己能够通过运动，由内而外散发了健康自然的活力，就跟我们 BU 全一样，也是专注着一个生物科技，就可以让我们皮肤可以由内而外的作用。然后怪不得你也那么喜欢 BU 全了，果然很契合哦。对，其实我知道 BU 全一直都是致力于这个生物科技护肤的研究，不论是对于医生微生物发酵物这个成分的开发使用，还是推出这一款全新益生菌护肤概念的抗初老精华呢，我觉得都是一种证明。反正呢，我就是比较喜欢做事认真的人。明白，你做事真的很认真，从你的很多专辑当中就已经可以发现，因为每张专辑都是你自己包办了词曲创作。我知道这个词曲创作做一首歌是非常煎熬的一段过程吧？可能对你来说"煎熬"这个字，用不到，应该是享受的过程。对，也是很享受，虽然很费时，但是你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你费时，那你也是觉得是开心的。那比如说，你有没有算过，平均一首歌从你有灵感到创作出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有灵感呢，最快的那首歌可能10分钟以内就可以写完。哪一首歌可以这么快？比方说，我18岁的时候，我在洗澡洗到一半，就想起了《爱你》那首歌的旋律，然后我出来，就是头发还滴还着湿水，然后我就已经把那首歌写完了。但是也有一些歌呢，可能你要写很久。就我有一些歌，可能真的是几个月才写完一篇歌词。那你到底是先有曲子出来，还是先有歌词出来？两个都会有。两个都会有。对。那个写了好几个月的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先有曲。
填词比较慢。明白，填词是要烧脑的，对不对？对。OK， 所以我知道，其实 Jim 真的是对自己非常的负责，不光是常言要保持好的身材 ，keep fit， 而且是在专辑当中所有歌曲都是要包括自己去词曲创作的。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因为你的这份专注和认真，然后哎，前段时间你凭专辑这个《摩天动物园》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五大奖项，对不对？对。恭喜你，好棒哦！谢谢太厉害了。很开心，对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 keyboard 老师，待会儿对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多玩的一些很开心的游戏。好，好，谢谢 keyboard 老师，你回应的非常 OK。那可以说这种联系是冥冥之中就开始有的，对吧？我觉得其实我跟 BO 全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还是挺。就是挺有连接的。我知道，我还想说，其实我们知道 Jim 他其实除了在歌曲创作、舞台表演之外，在舞台下的他其实有更多非常可人和亲善的一面，因为你自己也在参与很多的慈善活动、公益项目，对不对？对，这一点也是跟 BO 全超级 match， 对吗？对，而且我两年前就是开了我自己的一个慈善基金，刚好那个慈善基金的名字叫做奇迹。奇迹，我知道。对，奇迹水。所以这个奇迹是跟那个 miracle 奇迹是。连起来一个谐音，对吗？对对对对，邓紫棋的棋。对，我知道。哎，所以就这一点在公益方面也是跟 BO 圈契合。对，你也知道 BO 圈有特别的项目是吗？对， BO 圈呢专门针对海洋保护的 Water Lovers 计划，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棒。因为其实我曾经也有试过去跟我的粉丝一起去清洁海洋，然后在一个沙滩上面就收集一整个下午，还是只可以收到很小一部分的垃圾。但是就你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美好，然后我们就收集这么一个下午就可以收到这么多垃圾，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去保护它。我觉得海洋是非常美好非常纯净的，它就是应该要被我们保护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更多人可以关注这个话题。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各位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回蓝学员们可以通过我们代言人 Jim 的一个号召，更多的关注我们身边，从我们身边开始做一些身体力行的小小的公益项目，来保护我们的自然，来保护我们的环境，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能够提取到我们比利牛斯山泉水当中的灵魂成分，可以一直运用到我们所有 BO 泉的那些护肤品当中了。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想推荐给大家的我们 BO 泉的产品呢？我觉得特别需要推荐的肯定就是现在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冻龄小蓝瓶了。对，这一个精华我现在是每天晚上都用。不是每天晚上，我早晚都用。早晚都用，一天两次。对，早晚都用。对。那还有奇迹水。哦，奇迹水都配合着使用。对对对。哎，其实说到这里，聊到这里，我应该想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发现 Jim 皮肤真的超级好，就是我们说的没有纹，然后很透很亮，就是蓬弹的感觉。你怎么做到的？用小蓝瓶。但是真不是我自吹自擂，我刚刚就是在这个直播之前我们去了体验一个 BO 泉的这个密室大逃脱。对对对。然后里面有一个肌肤测试。哎，我想知道你的数值怎么样，我也去测过。好像还不错，就是这个水润度还有这个紧致度是比平均现在同龄的人还要再高。要好一些。哦，我本来我测的是在那个范围当中，你已经是超过那个average 的平均水平。对对对。哇，一点点我们谦虚一点。不要谦虚了，因为它要测很多方面，还要包括毛孔啊，对吧，还要包括一些这个出油。 对因为我在旁边站了很久，包括刚才发布会 Jim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肌肤问题瑕疵，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你也是天天用这款，最大感受除了它的这个自然愈合力，它的质地啊什么，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我觉得其实你涂上去的时候它感觉很像蛋清，就很容易推开的。然后就很轻薄。虽然就是非常滋润，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就是很轻薄的。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这个生物科技护肤的厉害。是的，那谢谢我们子琪的分享啊，她真的帮我们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生物科技护肤，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此次回蓝学院一直在探讨研究的话题。那说到这里，我要考一下我们的 Jim， 今天你有个特殊的身份嘛，回蓝队长。那我要考考你，你知道我们今天回蓝学院的主题是什么吗？回蓝的
学院的主题就是 KO 都市隐形危机年轻回蓝。Bingo， 回答正确。OK， 好，那你知道回蓝是什么意思吗？我那当然知道，因为我平时打游戏，就游戏里面的角色都是会有一个蓝量值，就代表他们的法力嘛。所以回蓝就是这些游戏里面角色他们恢复法力。哎，偷偷问一下，你是每天都会打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除了用动力小蓝瓶，我就是打游戏。真的？那你游戏要打多久了？每天？那也不一定，有时候如果很忙就打少一点。那你现在这个职高吗？你的这个等级？哇，我很厉害的。真的吗？对，王者啊，我真的很厉害的。哦，是打什么游戏？我们接下来就不做广告了，反正说不定啊、有时候哎，突然间打游戏就有可能会看到。你应该会是改名字对吧？还是说就跟自己的子和妻？你知道我在游戏里面也是个明星啊，就是我在游戏里面打得太厉害了，游戏里面很多玩家都认识我啊，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邓紫棋，他们也不知道你是女神可能。我还是强调我是女生。女生 OK， 好的。没想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小小游戏迷啊。其实我们肌肤呢也是有所谓的这个蓝量值的，因为对抗初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可以理解为为我们肌肤来补充蓝量嘛。而我们 BO 泉呢就一直是专注用我们的生物科技力量为我们都市女性来对抗初老，从而年轻回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我们的回蓝队长 Jim 一起来为大家揭开冻龄小蓝瓶背后的神奇冻龄机密了。如果大家有被种草的话，今天也会有特别福利要送给直播间的学员们了。好，刚刚我一些福利都说过了，但接下来聊了那么多，我们要正式开始上课了。今天是公开课，我是班主任，所以呢这是一堂回蓝生物课，我们还会有一位客座生物老师来和我们一起上课。 OK 吗？有请我们的知名美妆博主生物老师十四点，欢迎老师。Hello， 两位好，非常开心。雅静好 ，Jim 好，好，十四点老师好。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回蓝班主任，但今天雅静代替我做这个班主任的工作了。您今天是生物老师？对，我今天是来充当一下老师好了，但是我上来就带这个题板。这个题板 Jim 要待会儿仔细看一下，有问题要考你的，你可能待会儿要连线。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先一起上课，跟学员们一起，然后之后上完课你就可以做题目了，好吗？好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呢 ，Jim 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所以这堂课我们也是结合了很多跟音乐有关的内容，所以可以说是一堂有声有色的生物课。那我们呢可以先一起看题板，是上面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题目对不对？再给我们 Jim 看一下。所以呢它会有很多匹配题的，那之后呢都是跟我们 BO 泉品牌这个冻龄小蓝瓶相关的问题。其实呢你们可能也没发现Jim 可能也没发现，在你的经典作品当中已经早早埋下了和我们这一瓶冻龄小蓝瓶有关系的线索。所以而且 BO 泉里面有一位你的超级大粉丝，这位品牌的同事他也特意亲自来演唱你的歌，所以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哪一首歌冥冥之中就有这个 miracle 的能量，跟我们全新冻龄小蓝瓶有很多契合感呢。 Music。 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好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某年之外，对啊，你可以跟他一起合一下。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就是这一首炙手可热的光年之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通过一些小互动来寻找答案。那这个互动呢就是非常经典的游戏，就叫做你来比划我来猜。真的吗？十四点比划要你来猜。我以为我今天在台上是要来问大家一些问题，但没想到是你们给我出考验题。那是来到这里的话老师要，但我很想听一下 Jim 对刚刚那首歌觉得他唱的怎么样。我其实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男生版。真的吗？男生也在现场，可以挥一个手吗？在哪里害羞的男生戴着口罩。哎，你好是一位害羞的男生。我们本来说让他可以现场唱，他说哦不，他可能是啊，为什么呢？他怕看到偶像可能会紧张，会那个走音吗？不会啊，刚刚唱的不是挺好的吗？现场会走音没关系，可能在录音室里面录了三天。对，下次你可以多录几首歌好不好？一起给 Jim。 好，那所以我们接下去就要来通过你来比划我来猜的一个形式了。 okay， 好吗？十四点老师你要通过身体语言还有你的声音来表现，那 Jim 就要猜一下这首歌是里面的哪一个歌词。好吗？好的。好，
好，那当然了，直播间的各位同学们，如果你们猜出来，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回复，告诉我们答案。在这里和大家也要剧透一下，对不对？有些什么特别信息，十四田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那这一次呢，如果大家帮助 Jim 来挑战成功的话呢，就会为大家特别再送上的我们一份 Kindle 的这样的一个礼品。对，是 Jim 要给大家送上一台 Kindle 好吗？对，好的。那所以各位宝贝们，大家一定要帮助我们队长来完成挑战。好，来第一个题目。好，我要来出题了。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题啊，我先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暗示好不好？它是出现在整首歌的比较偏前面的前半段的部分。好，然后呢，我要用我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啊。我要帮你拿一下麦吧，你应该要四肢都要舞动起来。不停的眨眼睛，我知道，就在光年之外的这首歌里面。子琪，你知道是这么快就知道了，确定吗？宇宙磅礴冷漠，我们微笑，我们的爱微笑着闪烁。宇宙磅礴而冷漠，我们的爱微笑闪烁。所以他表演的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好猜吗？这个闪烁很好猜。哦，闪烁，闪烁，这个 keywords。我们的子琪 get 到了，这不可能不是闪烁，对，这一定是闪烁，对不对？我相信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们应该也都猜到了。是的，好的，第一题好厉害，很快就答对了，没错。是的，那作为我们生物护肤品牌呢，碧欧泉也是长期专注在我们的生物科技的钻研，所以呢，从众多的这个生物研究领域当中找到了这个独家的珍稀的活性成分，就如同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了那颗最亮的星。所以呢，做我们品牌的首款的益生菌的抗初老精华，我们的冻龄小蓝瓶三大益生菌复合发酵成分，就可以让各位的肌肤可以紧致感提升，纹路减少，而且皮肤都可以透亮度增加。那满载了活性成分，也可以帮助大家有更好的超强的修护力和维稳力啦。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也要跟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里面啊有我们品牌的灵魂成分，就是我们的益生微生物发酵物，而且加到了最高的5%的浓度。另外呢，还配合了10%的二裂酵母以及1%的酵母提取物，是以5:10:1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来帮助你的肌肤细胞激活它的活力。另外呢，我们还添加了升级版的维生素 C 的糖苷以及大小分子的玻尿酸，焕亮肤色的同时呢，又可以帮助你提升肌肤的保湿度。这样是的，所以呢，这一款可以说是火遍了欧洲，因为刚刚上市时候销量你知道突破多少吗 ？Jim 100,000瓶哦，对，是的，所以绝对是人手可以入的一款绝不后悔的精华。好，那我们赶紧加快速度来出第二道题目了。好的，好吗？好，第二题一样的，一样的，我要先来透露一下啊，是两句歌词，但是呢，一样是有那个关键词，因为我相信这个词曲都是 Jim 自己创作，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但我来表演一下，我希望我可以把它表演得很好。十四点就是怕你猜不出来，要给你更多的一些信息。没，这个太简单了。在洗头发吗？哎，这个太简单了。真的吗？动作很少呀。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哎呦，彩排时候我还在想来，他动作那么少，可以猜得出来吗？这很简单，对不对？就这样还猜不出来吗？这很简单啊！我们的子琪太厉害了，冻龄嘛，而且冻龄小蓝瓶，没错，冻结时间。好的，好的，这个手势你很加分啊，十四点你非常 OK。是的，我们全新冻龄小蓝瓶呢，就是抗初老的一个杀手锏。所以呢，生活在都市当中有很多的一个隐形危机嘛，比如说要长时间像你玩手机、打游戏，对不对？还有熬夜，在健身房里面要健身，长期带妆，甚至是我们环境的污染，都会给我们皮肤带来意想不到的损伤。所以，如果肌肤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护和保护，那我们肌肤屏障就会越来越脆弱，就导致我们皮肤会加速的老化了。没错，并且呢，我们这一瓶冻龄小蓝瓶呢，是来帮助大家解决肌肤的这样一个隐形的衰老，为肌肤注入高能的活性，是所有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要拥有的一瓶抗初老的精华。对的，来，我们看一下题板吧，我们的十四点老师。好，来，刚刚已经了解了那么多关于我们的，对，所以这个应该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很容易连线，对不对？玻尿酸就肯定是补水保湿嘛。好，子琪自己来做一下题目好不好？前三道应该已经有答案了。这个补水保湿，对不对 ？OK， bingo。然后维生素 C 就是美白，对不对？抗氧化，对。而且我们添加的是
那个升级版的维生素 C 糖苷。对，那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嘞？那这个就抗初老吗？抗初老，回答正确，完全难不倒你。好，那我们挑战继续，抓紧时间。刚才两道题很轻松答对了啊。那这道题看看我们的子琪会不会也顺利的破解。但是这道题呢，我希望雅静来帮我一下好不好？我要帮你拿起桌上的这个冻龄小蓝瓶。来来来来来来，你是已经开始要表演了？我要开始表演了，好不好？我要开始了。我拿起了，拿起。哎，别抢！还有啊，第二句，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鞋子啊，球鞋。每个人都有的。啊，所以明白。第一句是啊。第二句是 OK， 我猜到第一句，但是第二句我不知道你在干嘛。那我提醒一下，你觉得他这个脱掉鞋子是什么？对，这个是什么？脚啊，那又可以叫什么？还有一种说法，脚、四肢、手足、足，对了，足，对，耶，果然叫什么？哎，想起来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哇，嗨翻，好厉害，我们合作愉快。好幸福哦，可以站在邓紫棋旁边听她现场唱歌。对呀、太厉害了，所以这关键词真的就是倔强嘛，对不对？没错，当然了，因为倔强嘛，因为这是我们全新的冻龄小蓝瓶，它其实呢凝聚了碧欧泉30年的科研成果以及6项的品牌专利。我们通过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发酵技术，叫做 Former Genius， 用100%模拟益生微生物的自然环境，以生物科技力加速它的修护的能力。提升了40万倍的功效，非常厉害。因为其实我在这里要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因为这个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它是本身就存在于大自然中的，它是在法国的比利牛斯的山泉水里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去提取它的话，可能这个修护的力道就没有这么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特别的技术去模拟它的，对，模拟它100%模拟它的这个自然生长的环境，提升它的修护力，所以它才会有这个40万倍的修护功效。哇，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同学都在那边不停的在说啊，所以他们都在关注你的一些动态。那可以再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分享一下，你觉得哎，你用这瓶我们的小蓝瓶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跟很多新进来的朋友们一起再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质地非常的丝滑，然后就很轻薄，然后你很好推开，很好吸收嘛。所以其实我用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是明显感觉到我的皮肤呢是变得更好。所以呢，我刚刚做的那个皮肤测试，我的紧致，还有这个毛孔度、弹性，对呀、水润，全都是超过平均，才会有好的结果的。哦，是的。哎呀，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其实不光是要答题，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好玩的环节。我们题目是还有几道？来，我们还有3道题目，其实很简单。对，好的，好，好。所以我们是。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用多少年研发？30。对、厉害，几项专利？6。我们仔细记得好清楚哦，刚刚都有在认真听、完全答对了，不得了。哎呀，那如果来考考我们的子琪、用唱一段歌来表达你冻龄对冻龄小蓝瓶的喜爱，你会唱哪一首歌或者哪一句呢？我们现场有 keyboard 老师。相逢恨晚啊。相逢恨晚。对，要想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是吗？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哇，现场的掌声在哪里啊？我感觉好像还不够过瘾耶。对啊，对，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子琪来多一个附加挑战，可以吗？要怎么样？用你最大的热情和爆发力再来挑战一下，再可以高一个度吗？哦，随便啊，高几个都可以。高几个 ？Kibo 老师，Kibo 老师可以静音一下。Kibo 老师可以休息一会儿。好，我随便来高一些。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好，还再可以再高一些。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
哇，是不是还好了？我们赶快去下一个环节。OK OK， 没问题。哎呀，因为我们的子期一直是在关心我们的这个看直播的各位学员，所以我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抽奖环节了。你们快抽奖！那既然已经是有这个高八度的一个就是挑战成功了，所以我们要赶紧来送出一台 Kindle， 好不好？嗯，好的。那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一瓶宝藏精华的昵称是什么？来评论区赶紧刷起来。答案非常的简单。嗯，好的，我们会抽三名，好不好？抽取前三名，我们结一个屏。好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华，它有一个什么昵称吗？其实就是五个字，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提醒大家。冻龄小。哎，老师，我要提醒大家。来，赶紧来刷起来，刷起来，我可以进行抽奖。待会儿我们的子期喊三二一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抽了。三。哎，那没有没有，大家还没刷起来，我们等大家一下。好，来刷起答案，好不好？今天我们上市的这一款全新的精华，好，大家在刷这个评论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下，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加入我们的这个购物，把我们的热门链接加入到我们的购物车。对，买30毫升额外加赠20毫升，买50毫升再加赠624块钱的抗老大礼包。来，赶紧发送答案。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新品，它有什么昵称？是五个字，什么什么小蓝瓶，我都告诉你们，在前面两个字再加一下，好不好？冬天就可以来抽了。来刷起来，我们要送三个人送 Kindle 了。好，各位学员们，各位学员们赶紧刷起来。有刷他们都在说你，说你的 key 很高，他们都不想得礼物吗？抽奖也很重要，抽奖也很重要。冻龄小蓝、okay、小蓝瓶我们要刷起来。对，好的，只要你们能够刷我们的中奖口令，好不好？冻龄小蓝瓶我们就可以来抽奖了。要抽到是 Jim 送给大家的 Kindle。 来OK， 刷冻龄小蓝瓶好吗？冻龄小蓝瓶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OK， 继续刷。好，已经有了，对不对？刷刷刷，来。对，如果大家不想要的话，就算了，就不用送了，好吧？真的吗？确定吗？没关系，送给我。对，可以送给你。我他妈，我妹妹。小蓝瓶 ，OK， 好的，来，你说三二一，我来抽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好。来看一下冻龄小蓝瓶。好，恭喜我们刘小鸭、本丫丫，还有一个叫恭喜 B O 宝，恭喜 B O 宝 ，B O 宝 ，B O 宝，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Politina。好，恭喜这三位，恭喜这三位，接下来了，恭喜恭喜，好，谢谢谢谢。那我们的十四点老师今天的任务就暂且告一段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哎呀，辛苦辛苦！十四点老师退场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环节，因为在有限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玩互动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游戏也很好玩，我们会请上有特别的这个大来宾，你知道吗？是我们 BO 全品牌的好朋友。当然了，这个互动游戏呢，就是要考考大家这个口条顺不顺、溜不溜。所以呢，我们先来热个身好不好？请Jim 邓紫棋来跟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灵魂成分是什么？我们的冻龄小蓝瓶。医生微生物发酵物。好，那接下去要升级挑战了。如果挑战成功，我们还会有加码的福利送给大家。所以呢，我们要这一轮，如果你挑战成功了，我们会送出一副 AirPods 的耳机。好，那我们赶紧请上特别两位大来宾跟你搭档一起来玩。有请我们碧欧泉市场部的女士产品经理 Jeffrey， 还有我们碧欧泉市场部总监 Kelvin， 欢迎两位。Hello， 欢迎两位帅哥。哇哦，今天的互动真的是太 happy 了，所以终于在最后的环节把你们两个 Q 出来。来 ，Jim 站到当中，好吧？好的，好，你们要分别用普通话和方言来说下面这句话，说一句好了。好 ，OK。好的，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引领益生菌护肤新时代。我已经做了一个表率，好，来来来来来， okay、加油加油！啊，那要不你先挑战一下我六，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等一下的，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引领。益生菌护肤新时代，哇哦，酷，好，高标高标高标，来，我们的 Kelvin， 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引领益生菌护肤新时代。OK， 那我们现在要更快 ，Jeffrey 都有一些瑕疵哦。是吗？还有瑕疵？Jeffrey， 你有看你的心？那我来给你增加难度，请用上海话来说好吗？可以啊，来，请说。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引领益生菌护肤
新时代。能听得懂吗？我听得懂啊，啊，听得懂 啊， 啊， 那我一讲了哪能啊？太美了，啊，太美了，跟侬好讲华语吗？我还可以。哎，那要不这样，子琪，你要不用广东话跟大家来说一下，可以吗？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独家专利成分益生微生发酵物，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引领益生菌护肤新时代。哦，掌声在哪里？喂，我发现了，就是。国语原来是最简单最能够快速读出来的，上海话又比较慢，广东话又比较慢。对啊，所以是用我们的普通话是最快的。对啊。好，哎，那要不你让他们两个可以学一学这个广东话好吗？好，嗯，来让他们试试看，如果都能说完就算这一轮挑战成功。好，嗯，哦，我一句一句来。好，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来，乔文。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怎么样？可以打几分？可以打60分。来 ，Jeffrey， 试试看。Jeffrey， 我估计他已经忘了。生物科技护肤品牌碧欧泉，这个可以几分？我觉得他们两个差不多。哦、差不多。对 ，OK， 那我觉得可以，那可以勉强过关嘛？只要你说 OK，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就算他们挑战成功。好吧，勉强过关。对，60分嘛，已经及格了。60分及格。Okay, 没问题。那恭喜三位可以挑战成功，我们又解锁了一轮抽奖。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解锁抽奖题目就是冻龄小蓝瓶的灵魂成分是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刷起来。哎，我直接告诉大家吧。好，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好，只要发这个益生微生物发酵物，那我们就可以。不要打错字啊。益生微生物发酵物来刷起来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AirPods 的耳机好吗？ OK， 来了来来来，刷起来刷起来。好，益生微生物发酵物因为会有些延迟，要不他们现在刷的，我觉得冻龄小蓝瓶你也觉得愿意给他们吗？愿意吧，愿意、啊、我这么好。对，因为直播时间所剩无几，所以我们的子琪就一直是非常的 nice。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取了好不好？好，我们3、2、1截屏。3、2、1截屏。好的，我们恭喜这第一位就是从不夸张的宝宝，谢谢你，谢谢，恭喜你中奖了。好，时间真的是非常宝贵，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家最后来用一句话表达对我们碧欧泉全新冻龄小蓝瓶的喜爱之情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好，想要跟我有一样好的皮肤就赶快来用这个冻龄小蓝瓶 KO 都市隐形危机，年轻回蓝。好， Kelvin 来。瓶瓶罐罐买了那么多，还是永远缺一瓶最好用的，就是这一瓶了，修护都市隐形衰老，一瓶强韧紧致年轻。哇、wow, 哦 ，OK，Jeffrey、wow. 来完美收场，你想说什么？拦不住的好气色，全靠这一瓶满是黑科技的冻龄小蓝瓶哦。太好了，大家夸不如是大家用起来，谢谢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谢谢我们的 Jim， 谢谢 Kelvin， 还有谢谢 Jeffrey， 跟所有的回蓝学院的朋友们打声招呼，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哇，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买起来加购，让我们的冻龄小蓝瓶可以让我们的颜值驻颜，可以冻住我们的肌肤，就可以像我们的 Jim 有好皮肤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拜拜，谢谢。